时间。你们看，是福小强。太好了，大家来猜猜看我们像什么呢？拆开箱子，我们的故事小，看看里面有什么，是帽子衣服，还有小丑袜子，真丑。是一顶帽子，看看我像什么？一顶帽子，一顶帽子，我是一名警察。说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和我一起当警察。不约，和我一起当警察。你们当警察了吗？打开箱子，我们的故事箱，看看里面有什么。帽子、衣服，还有小丑袜子，穿上它们像什么？哦，看看这只袜子，好臭啊！看我像什么？一只袜子，破袜子，套在胳膊上面，看见了吗？一起来摇摆手臂，哦耶！蛇来了，蛇来。我们都变成蛇了。打开箱子，我们的故事箱，看看里面有什么，是帽子、衣服，还有小丑袜子，穿上它们像什么？我知道穿上这件衣服会像什么，跟我一起来试试吧。一件外套，一件外套，变成一头大狮子。我是一头大狮子，哦耶！我是一头大狮子，啊哈！来吧，跟我一起学狮子叫，啊！就是这样叫的，你叫了吗？打开箱子，我们的故事箱，看看里面有什么，帽子、衣服，还有小丑袜子。好极了！哦，我猜你会装扮成仙女。对，一定是仙女。一块窗帘，一块窗帘，仙女挥舞翅膀，挥舞翅膀，变成雨，快变，我就是一名仙女。哦耶，我就是一名仙女。哈哈，大家一起来扇动你们的翅膀。小丑袜子，穿上它们像什么？一位仙女，一个大狮子，一条蛇，一名警察。啊哈，扮成什么都可以。哦耶，奇妙的